干了这碗羊头汤，来世还做中国人。兄弟们好，我现在在马赛人的小镇上，来当地的餐厅吃午饭。这家餐厅主打羊头汤，选用新鲜的羊头，把羊头用火烧一烧，烧掉表面的毛，然后再清洗一下。又有脸。处理干净的羊头放入大锅中，小火慢炖，看着就很有食欲啊。老板帮我们盛一刷牙缸羊头汤，旁边就是小餐厅啊，居然可以再加点盐。这个羊杂汤啊非常滋补，里面还放了一些中草药。把羊头汤放入这个小桶中，再加入中草药液体，然后不停的摇晃，让那个羊头汤和中草药的液体充分的混合。混合好的液体可以接着喝了，感觉颜色都变了，喝一口立马原地成仙。Cheers， 干杯。干了这碗羊头汤，来世还做中国人。这个羊头已经煮好了，他帮我切一小块尝一尝，闻起来还是挺香的。 Thank you。 这个好像看着像羊舌，吃一口羊舌，好吃好吃，非常好吃。嗯，拜拜拜拜。